宝贝，要不要系安全带？好，我帮你系好。你怎么都不说话？哎呦，看好近，我好害羞。小心坐好啊、哦！我们出去买麦当劳。呀，我也输啦哦，哎、欸。礼拜五的下班时间，敢坐摩托车哎、欸！宝贝，你会冷吗？小朋友一直看呐、啊，哦，超尴尬的啦、啊，怎么那么尴尬、啊？你要坐好哎、欸，不要飞走哎、欸！麦当劳怎么那么远呐、啊？被搞没啦！啊，看公车站好丢脸，好多 OL 在等公车。安怎？我就是再去啦，安怎？唔捌看有人再去啦，我阮去啦有水无？像水桶。我被笑了啦，被路人笑了啦，好丢脸哦。干，我快进去得来速，我快干进去。那我帮你点二号餐哦，好不好？你不说话，我就当答应哦。我买好了。那个零钱帮我投进去就可以，谢谢。我们买好了，我们回家了。好了，我们既然没有预算，请修哥哦，请车模。请网红以后吃的影片都带着小爱出门就好了。我觉得肚子有点痛，不然去汽车旅馆上个厕所。你放心，我保证，我只是去上厕所而已。我看公车停在我旁边，靠腰了。哈旁边的公车，我的眼睛不敢往公车看，应该蛮丢脸。我终于到家了，我好感动哦！我回来了，我回来了。下一次科比我来讲，我一定要把你套回来。